一带来的。啊，妈祖高尔夫，妈祖点线工厂。是这个人代关系的安平特别意义重大。那台湾的历史来讲，要从安平开始。台湾那个是从安平开始。谢教授指导，谢教授编郑成功传奇性的一生，还有妈祖信仰与神机这些好书。这本四本的哈。还有一本礼仪，这是平安路上。我们办十六岁嘛，哦，办十六岁成年礼，成年礼，第一张是成年礼，哦，成年礼，啊，作为的证件，啊，他，哦，加各六十家是，哦，太岁，太岁，啊，啊，过平安桥，好，过平安桥，啊，这个，哦，加好塞心的，好塞心，啊，怎么礼仪怎么办，怎么办，挂杯，弄在这里，哦，这是保障哎，嘿嘿。这个较方便，这个礼仪就较重要。现在传承，有的人新来，唔知安那拜，哎呦，安那嘿。啊，边遐有著名公孙书啦，遐拜的神书。基本拢。哦，这有讲大公安那拜啦，好，谢谢，感谢。安那延平郡王郑成功的神像里头。伫头前去。哦，还准呢，哦，安那怎样？安有看过啊？嘿，安那有拜过啊？啊，来民俗。好嘞。所以你就郑成功请保护咱先民来做，过来拖两顺去，老拖两顺去，啊老三嘛，啊人家个两顺来报，所以从迄阵看，其他两顺手路都无少上。哦，就是安尼吼，啊两顺的妈祖是第一尊，两三尊都两尊，拢是两顺妈祖。啊，叫请去迄阵，迄两尊啦，到现在唔知去做，唔知。当时大陆红卫兵作乱的时候，唔知请去做耶。所以唯一全国为世界本尊一家，用一尊啦。唯一的本尊就是你在那边安平家。安平家。太大一片。所以你们仔细的看，到处到各县市中午后干嘛做？祝咱家的沙尊，请慈祥。看保卫无少将，您可以甲瞧瞧看。哦，感谢，这拢印出来印尼金的啦，印尼金安平行李啦，这个是啊。拢有拢。啊，这大嘛这布的呢，啊啥嘛布的呢？无，拢应该妈祖是一尊娘娘，一母娘。哦，妈祖是一尊娘娘。啊，迄那讲要二嘛三嘛是有妈祖的行为。尊，那讲伊佛教讲讲，人人都有佛心嘛。啊，所以，哦，这，这是本来三妈，即卖变大妈来。安尼哦，中迄三妈。两尊请去。哦。所以伫台湾，人古常拢讲三妈。哦，老伫台湾是三妈哈，中迄尊三妈哈。啊，三妈咩讲啥？嘛是。拢，这妈祖是林默娘，啊，讲林默娘，嘿，嘛是林默娘诶。啊，无再讲话，乌面衫啊。乌面含暗面是，我阁解释一下。哦，是。因为心灵升起来，是啊。原底是拢水红色。啊，是啊，是啊。啊，这个乌是多了，是天然熏的啦。哦，是很了乌的。嘿，熏的啦，所以当时伊。讲好了后，无，你到前年前两三四年，未少嘛要来，啊有来遮讲，有来着，啊遮咱是欢迎啦，但是因未输拢伤的行为啊，那啥物，哎呀要香要红包要啥物，所以这边不欢迎，他来的时候，这边的面相显出来，伊也显出来。做一三嘛，你看我姨妈做就是一家嘛。哦，是啊，姨妈做一家。啊，这里较久嘛。啊，是，较久。我姨妈做啦哈。三嘛。叫三嘛哈。啊，无再讲有名，无同款。无，拢嘛是讲林木娘。对，林木娘。对啦。不是三孙，就是有伊的行为，有伊的模范，他起来行。请妈做，请妈做，有呢，但他咧帮忙做嘛。对啊，他无伊只电视咧做乌面衫嘛，他名他无共人。唔，讲迄个名嘛。讲迄个名。哦，讲过啊，分文咧，不会。拢。无心咧。
服务训练工的这是欧平山嘛，那是加郑成功来帮忙郑成功的，讨好郑成功的，请请三尊来，请三尊来去啦。三尊，啊，因过来讨两尊证。哦，啊，迄是去坐美洲也请。请美洲嘛，美洲嘛，做袂啊？嘿，定美洲的定点嘛。哦，定点嘛吼。好，请三尊来。因为当时郑成功是一个王嘛，阿弥陀请因唔敢去啊嘛，所以我们请来，请来了，台湾修复了啊，台湾修复了，伊郑成功过身去，迄边的人知影，都要来讨等啦，啊，这有个典故啦，啊，要讨的时阵，咱内地的家人讲无，啊，叫找着，他用半杯解决嘛，有讲有些典故。讲半一百杯，用半来拨，他袂有请的。啊，头先半一百杯去，这边个反跳讲，那么一百杯就是大嘛，二百就个拨。哦，啊，二嘛大一百杯，伊拢请落。啊，剩三嘛，拨到九十九杯，第十八杯去调的，奖金五啊。天还天管咯。我咱比如中间迄个奖金五嘛。哦，迄个奖金。啊，因遐看个讲，啊，你们这里个人遐虔诚，啊，全老三嘛伫遐，啊，是啊，啊，因较个，只个三个尊两尊啦，哦，是，变是三尊妈祖，伊后来尊个两尊是只安平只个人，台南市个人尊个呢，哦，尊来换去，哦，对，是啊，是啊，尊来报啦，啊，这个变用迄尊三万。先生家都大嘛，啊是啊，啊家两尊嘛三嘛，哦就是安尼啦，哟吼，咁是安尼较清楚啦。啊，所以这里那讲，咱代替台湾拢是闽南来的祖先，啊代替是拢讲是讲三百年前，就是这个先生讲一六六一年来啊，拢是讲迄个时阵来，所以三百几年前。啊，妈祖啊，假是有经不是，但是讲请啦，但其他只请来讲合作护军嘛，保护军队，啊，其他遐我们先做请来，是地准或者准阿妈，好准阿妈，啊，再分布到各地方去。有大哥，啊，这发展个对头家去。啊，咱多数的祖先拢是信仰妈祖。是啊，是啊。做先生嘛，做对福建都惊，哦，迄有关的，谢谢哈，感谢啊。时间在长处啦，我多聊一下。啊，那谢教授啦，吼，感谢啦，吼。啊，你赵将军是要称呼做啥？这赵将军，赵将军，赵将军是要称呼是做啥？哎，有名。拢称呼赵将军。称呼赵将军，你有啥物典故的啦，吼？典故。这个讲了人啦，这个满清接下台湾的时候，以台湾本来版图是这个满清来开归中国的版图，以前还没有。康熙帝说在台湾，啊，以康熙那阵满清的时候，是拢派叫一个什么营吼，拢派来遮，咧治安治安嘛，咧当讲修的偌久，就等于换一批人。是啊是啊。啊，所以伊来的时，拢是南人来嘛。南人来。没有女人来。对对。那么可能啊，也有一个，伊要袂肯定的资料啦。啊是啊。但可能当时来的时。是男人嘛，是啊，啊，真侪拢是遮土著结婚的，是啊，哎，所以你甲看这三尊、这两尊啊，啊，两尊，迄边拢吼是看土著较少些嘛，啊，这边就是看你看讲近。跟这个郑成功来，啊是，哦，兵马俑差不多，哦，所以可能啊，安尼的迄个时阵，当时这两尊是，在伫这个天会宫向大人阿安平的守保护神啦，哦，阿平的守护神啦，哦，啊，可能也有这个用意，这个
这个结束啊，头、哦、有这个，是啊，有这个吉他的。哦，感谢啊！本来讲后世是啥物姜？那天辉姜。天辉姜是第二辉啊。天辉的辉嘛，天后天辉、啊。哦，对对对，本来妈祖是天辉。天辉嘛。好、哦，后来阿吉罗皇帝嘛，天辉。二十二年来的时候，才宣告，他个尊称为天后。有、哦、对了，帮忙收台湾啊，这这都比较，今麦讲了讲这个庙的特殊啊。感谢主笔啊，有时间他来了。啊，感谢主笔，谢谢啊，哈、啊，好，谢谢教授帮忙。感谢啊，先发财了哈、啊。好，感谢。好。做我有炸掌，炸炸那个这杨玲诶，谢谢啊！我该处理了，我还要去巡一转嘞，还去海山馆，还去延平街，海山馆我都、就是古堡嘞。海山馆就是当时、啊、所谓的兵马，拢兵兵营了，对啊。兵营啊，五个呢，五个馆呢。诶，阿姨在遐都分做五个馆。啊，剩剩几个馆？嘛是。啊，各地啊，拢地啊。哦，啊，海山馆上出名。嘿，一间。是。兵营就对啦。是啊，啊，海山馆上出名呢。嘿。啊，无太，拢我们去找海山馆。海山馆都过去啊。海大镇，海大镇。千兵派来咧，拢住伫遐。好兵营。嘿。好。好，感谢啊，谢谢教授啊，好，谢谢。我没讲你，感谢主持。好，感谢。是讲，拢闽南一带来。好啊。阿妈做。妈祖啊，电线公主啊，是这个人代关系的安平特别意义重大。那台湾的历史来讲，要从安平开始。有有，台湾那个是从安平开始。没没借鉴。谢教授指导，刚才谢教授编郑成功传奇性的一生，还有妈祖信仰与神迹这些好书。是哈。啊，这本四本的哈。还有一本的，这是平安路上。我们办十六岁嘛，哦，办十六岁成年礼，成年礼，对啊，第一张是成年礼，哦，成年礼，啊，作为了证件嘛，啊，他，哦，从家国国六十家去，哦，太岁，太岁，哎呀，啊，过平安桥，好，过平安桥，啊，这个，哦，家好衰心的，好衰心，啊，怎么礼仪怎么办，怎么办，挂杯，弄在这里，哦，这是宝藏哎，嘿嘿，这比较方便，这些礼仪就最重要。现在传承，有诶，人新来，唔知安那拍，系哦，安那系。啊，遐有著名公孙书啦，系系，遐拍诶书。基本拢。哦，即有讲大公安那拍啦，好，谢谢，感谢。安尼，延平郡王郑成功诶神像里头。伫头前去。哦，迄阵诶，哦，安尼怎样？安有看过啊？系。安尼有拜过啊？啊，来民俗。哦，来。所以你就郑成功请保护咱先民来时，有来多两尊去，老多两尊去，啊老三嘛，啊人家个两尊来保，所以从迄阵看，其他两尊手路都无受伤。哦，就是安尼吼，啊两尊的妈祖是第一尊，两三尊都两尊，两尊妈祖。啊，去要请去迄阵，迄两尊啦，到现在唔知去倒，唔知。当时大陆红卫兵作乱的时候，唔知请去倒耶。所以唯一全国唯一世界本尊一家，用一尊啊。唯一的本尊就是你在那边安平家。安平家。所以你们熟悉的看，到处到各县市中午好干妈做，祝咱家的三尊请慈祥。看保卫我就像你可以个瞧瞧看。哦，感谢，这拢印出来印尼金的啦，印尼金安平行李啦，这个是啊。拢有拢。啊，这大嘛这文的呢，啊啥嘛不文呢？无，拢应该妈祖是一尊娘娘，一母娘。哦，妈祖是一尊娘娘。那讲要二妈三妈是有妈祖的行为。尊，那讲伊佛教讲讲人人都有佛心嘛，啊，哦，所以，哦，这，哦是，这是本来三妈，即卖变大妈来，安尼哦，两两尊请去，哦，所以伫台湾人古种拢讲三妈，哦，老伫台湾是三妈哈，两尊三妈哈，啊三妈咩讲说啥？嘛是。拢，这个妈祖是林默娘，哎，林默娘，嘿，
嘛是母林母娘的。啊，无再讲话，乌面衫啊。乌面和暗面是，我阁解释一下。哦，是啊。因为心灵升起来，是啊，原底是拢水红色。啊，是啊，是啊。啊，这个乌是多了。是田园熏的啦，哦，是很了乌的，嘿，熏的啦。所以当时伊讲好了后，无唔只前年前两三四年，未少嘛要来，哦，啊有来遮讲，有来的哦，啊遮咱是欢迎啦，但是因未输拢伤的行为，啊，那啥物，哎呀，要香，要红包，要啥物？所以这边不欢迎，他来的时候，这边的面相显出来，也要显出来，都是抓嘛，他我姨妈做，就是这样嘛。哦，是啊，是啊，姨妈做里边。啊，这里他顾嘛。啊，是是，他顾。嗯。我姨妈做啊哈。嗯。哦，抓嘛。要抓嘛哈。啊，无在讲有名，无同款。无，拢嘛是讲林木娘。对，林木娘。不是扎针，就是有伊的行为，有伊的模范，他起来请妈做，请妈做，有呢，他咧帮忙做妈。哟，他无伊只电视咧做乌面衫嘛，他的名他无共人。唔，共迄个名嘛。共迄个名。哦，讲过也分文咧，不会咯。拢服务生咧，服务生咧讲话做乌面衫嘛，但是加正常讲来。帮忙郑成功诶，保护郑成功诶，请三尊来，请三尊来去啦。三尊，按过来讨论尊重。哦，按迄时去坐，咪米酒也请。请米酒嘛做。米酒嘛做袂啊。嘿，定米酒会定点嘛。哦，定点嘛吼。哦，请三尊来。因为当时郑成功是一个王嘛。哦，是个。阿尾个请因唔敢骗嘛。哦，所以我们请来。好。请来了，台湾修复了啊。哦，台湾修复了。伊。电信讲过身是一边的人知影，都要来讨回来啦。啊，这有一个典故啦。啊，要讨的时阵，咱内地的家人讲无，啊，叫找到，他用半杯解决嘛。有讲有一个典故，讲半一百杯，用半来拨，他要请的。啊，头一半一百杯去，这边个反跳讲，那么一百杯就是大嘛。你爸都个都个拨，啊！你妈都一百杯，伊拢请落，啊！剩三嘛，拨个九十九杯，第一百杯去调的，奖金赢啊！天还顶悬哦！我咱比如中间迄个奖金赢嘛，啊！他因遐看讲啊，你们这里有人遐虔诚，啊！全留三嘛的呀，啊！是啊，啊！因家个加个三个尊两尊呐，哦，是。并是三尊妈祖。哎，后来装的两尊是遮安平遮的人，台南市的人装的呢。嘿嘿。哦。尊来换去。哦，对。是啊，是啊，装来补啦。嘿。啊，这个变用迄尊三妈先变做大嘛。哦，是啊。啊，加两尊妈三妈。哦，就是安尼啦。哟吼，咁是安尼较清楚啦。啊，所以这里那讲，咱代替。台湾拢是闽南来的祖先，啊，大体是拢讲是讲三百年前，就是这个郑成功一六六一年来啊，拢是讲迄个时阵来，所以三百几年前，啊，妈祖假是有经就是郑成功请来，但其他也请来讲叫做护军嘛，保护军队，啊，其他遐。我们先做请来，是地准或者准阿妈，啊，再分布到各地方。有大哥，啊，这发展到对大家去。啊，咱多数的祖先拢是信仰妈祖。是啊，是啊，多数祖先信仰妈祖，对福建都惊，哦，诶，有关的，谢谢哈，感谢。是。时间在长处啦，我多聊一下。啊，那谢教授啦，吼，感谢啦，吼。啊，你赵将军是要请我做啥？这赵将军，赵将军，赵将军是要请我是做啥？哎，有名。拢请我赵将军。请我赵将军，你有啥物典故的啦，吼？典故。感谢。这个讲了成啦。哦。
这个满清接下台湾的时候，啊是啊，以台湾本来版图是跟这个满清来开归中国的版图，以前还没有。康熙帝说台湾，啊以康熙一个满清也是，是拢派叫一个什么名啊，拢派来家，那主啊彼岸嘛，那当讲修的偌久。就等于换一批人，是啊是啊，啊所以伊来的时阵，拢是男人来嘛，男人来，没有女人来，对对对。那么可能啊，也有一个，伊要未肯定的资料啦，啊是啊，但是可能当时来的时阵是男人嘛，是啊，啊真侪拢是些土著。结婚的，是啊，哎，所以你甲看，这三尊，这两尊啊，啊两尊，迄边，拢吼是看土著较少些嘛，啊，这边就是看，你看讲，近这个郑成功来，啊是是是，吼、哦，兵马俑差不多，哦、所以可能啊安尼的，迄、那个时阵东西，这两尊是。在地这个天会宫向大人阿安平的修保护神啦，阿安平的修护神啦，哦，啊，可能也有这个用意，这个解释啊，有这个，有这个结合的。哦，感谢。啊，本来讲后世是啥物宫？那天会宫。天会宫是第几会啊？天会的会嘛。天后天妃，哦对对对，本来妈祖是天妃，天妃嘛，哦、后来阿叔皇帝妈，康熙82年来的时候，才升级，哦，他个尊称为天后。哦对了，帮忙收台湾啊，这些都比较，今麦讲了讲起了庙的，好，感谢朱斌啊，有时间他来了，啊，感谢朱斌，谢谢啊，好，谢谢教授帮忙，感谢啊，先拜拜了哈。